灯塔熄灭。回顾大众教父费迪南德·皮耶西的传奇一生，费迪南德·皮耶西，前大众汽车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，于8月26日辞世，享年82岁。费迪南德·皮耶西，全名 Ferdinand Carl Peach， 1937年4月17日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。皮耶西有着非同寻常的身世背景，其外祖父费迪南德·保时捷是保时捷和大众的创始人，1999年获得20世纪汽车界的高级行政长官之称。2015年，年78岁的费迪南德·皮耶西辞去了大众监事会主席一职，大众教父开始了自己的退休生活。费迪南德·皮耶西的突然离世也令车上君唏嘘不已，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大众，他的传奇一生也值得我们细细回味。